我是西点的宇谦，今天来到干德道和大家介绍奥柏一个单位。奥柏位于干德道尾段，为西半山地标式豪宅，与大学阁 Cluny Park 宝山道一号为邻。这个单位位于中层，实用面积是1538尺，三房两套加工人套，望翠绿山景。厨房入口相对隐蔽，厨具设施亦相当智能化。而工人套房设有工人专用出入口。走廊第一间为客房，设计型格时尚。客厕空间宽敞，设有浴缸。第二间睡房为套房设计，拥有私人浴室，亦设有浴缸。起居室以长方形的设计，可以望到翠绿的山景。主人房相当豪华，拥有私人的露台，而且空间阔落，即使放置了 king size 的床，仍然可以三面落床。另外亦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储物柜、梳妆台等。在玄关入去就是衣帽间了。穿过衣帽间就是主人浴室，相当豪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单位有 3.5 米楼底高架。另外，单位设有私家电梯大堂，私隐度非常之高。奥柏大堂型格时尚，而且在接待处更加设有会客区，相当窝心。奥柏虽然位于半山，但是相当方便，住户不一定要搭私家车的，可以选搭巴士和小巴。大家是不是都想来体验一下呢？